别着急啊，等会儿人。等会儿人啊，别着急，别着急啊。这不练首歌嘛，练一首歌，现在还不是很能够把握住这歌的神韵，所以现在主要是练琴，然后呢再练唱啊。我先跟着原唱一块儿啊，感觉一下啊。
你在远方留下山声，春风十里，飞机飞过又吹向你，下着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还得练啊。哎呦我去，好。今天呢咱们这个主要聊一聊呢英超，主要聊一聊英超啊。我在我微博上呢也开了个帖子，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可以呢随时互动啊，随时互动了。那么昨天呢这一轮的英超呢跌宕起伏。首先来讲呢，切尔西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啊，连进三球啊，是击败了曼城，榜首大战啊，取得了先机。接下来呢，利物浦对伯恩茅斯，按说伯恩茅斯啊，他也是个中流球队，也不是说那保级球队，有一定的战斗力。利物浦3-1领先，最后3-4落败。遥想当年的1985年吧，这是85不是？那是哪年啊？伊斯坦布尔传奇啊！有人说又是假球是吧？没关系，这次输点钱，下次争取给捞回来，好不好？2005年啊，05年。伊斯坦布尔传奇类似啊，1985年是海泽尔惨案啊，记混了啊，你永远不会独行。利物浦3-1领先，最后把航母给开翻了啊，给开翻了。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就是，当被这个伯恩茅斯打进，不是第三个就第四个进球的时候，利物浦的队员懵了。所有人都跟雕塑一样站在那里，只有一个人跑到球网里，把球捡起来抱在胸前，奔着中圈而去。这个人是谁呢？杰拉德。不对啊，杰拉德已经退役了。事实上呢，就这样的一个镜头就表明呢，这个人是可以来担当队长职责的，那就是亨德森啊。接下来呢，曼联对埃弗顿，说实话呢，你要说单独的说这场比赛，说客场曼联1-1和埃弗顿打平，我认为呢不是多么差的结果。因为呢这埃弗顿呢，古德逊球场，公园球场本身呢就很难办啊。之前呢是6场英超是3胜3平，保持不败，主场拿分的能力非常强。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结合着曼联最近在联赛当中的表现，再结合着整个比赛的90分钟的过程，你会发现曼联呢确实现在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啊。我们挨个说啊，先说说这切尔西要这么着下去，一般来讲呢有点控制不住了啊。打110都不见得能控制住了。原因在于哪儿呢？就在于这孔蒂啊，这8轮之前突然之间呢茅塞顿开，刚来英超啊想融入啊，刚来英超的时候想融入英超大潮，没有更多的呢想自己啊这贴身法宝。但是发现呢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啊，被阿森纳给整一3-0。发现呢英超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想打出美丽足球，漂亮足球，想学点英超的一些皮毛就能够抓住英超的精髓的。于是乎呢这孔蒂啊
痛定思痛，决定呢改变战术，改变阵型，改变首发阵容。在这种状况下，实际上呢，坦白讲啊，你说是343也好，还是541也好，归结他占五，他凡是说占五的这样的阵型的排列，其实给队员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防守。有人说，那是不是凡是打五后卫的都只能是百大巴？不，啊，进攻的时候343，阿隆索、摩西都有助攻进球啊。但是呢，由于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让队员心目当中首先接受的就是，哎呀，教练呢要强调防守了，也就是说呢，进攻的时候可以撒开了往前跑，防守的时候多半五后卫要落位，五后卫要落位。与此同时，啊，这不仅是这个，孔蒂在阵容阵型方面做了调整，更重要的就是他找到了他骨子里边的基因，就是意大利式的防守反击的基因。啊，孔蒂因此废除了小法，因此把这威廉给摁在替补席上，他选择的这一套阵容确实是可圈可点。今儿呢，笔找到了，跟大家呢一起啊来分享分享啊，琢磨着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有一些国际资深球迷啊，他不认为我说的是很对的，您呢也不是我的乘客，您呢现在出门往右拐，帮我把门带啊，您别动不动老觉得就是您特别资深啊，我确实不资深，我这名字都叫不出来啊，我就是瞎聊啊，瞎聊，您别耽误您时间啊，来啊，切尔西。蓬头，大卫·鲁伊斯，啊，卡希尔，阿兹皮利奎塔，摩西，阿隆索，阿扎尔，坎特，马蒂奇，佩德罗，迭戈·科斯塔，啊，这基础阵型。首先来讲，从攻守平衡的角度来讲，这个三中卫这不用说了，负责防守。两个后腰，俩大铲子，相当于一个小铲子，一个大铲子啊，坎特跟马蒂奇。这五个在一定程度上是把中路堡垒给砌得严严实实，是吧？防守无非就是中路和边路，对不对？好，首先呢，两个防守型的后腰，当然进攻，马蒂奇进攻有时候也有一脚 C 球什么的啊。坎特只要不射门，就是几乎是个完美的队员啊，因为一射门呢，不是大歪脚就是打飞机啊。术业有专攻啊，文道有先后。大卫·鲁伊斯加上这个卡希尔和阿兹皮利奎塔。这哥仨呀，你琢磨琢磨，他特点也不相同。卡希尔呢是需要有人带着他踢，当年呢是特里队长一直带着卡希尔踢，但是卡希尔这队员呢就是比较踏实啊，说你让他盯一人啊，卡一人卡一位身体啊，当然有时候也着急自己往里面球门里面踢啊。卡希尔的正面拦截的能力很强，是吧？阿兹皮利奎塔正常情况下没觉得他能打这盯人中卫，或者叫三中卫的这个中卫，因为以前都是左右两个边路。但是呢，毕竟他边后卫嘛，本身呢他有这个防守意识，更重要的他灵活，他有速度，啊，他有速度啊。你知道，作为一个后卫，有速度其实是挺重要的。你把我过了吧，我再给你追回来。我让你过我第二遍，哎，阿兹皮利奎塔
就属于有速度、灵活，脑子也聪明。大卫·鲁伊斯正常情况下呀，他其实是个僚机，啊，在当年巴西国家队的时候呢，是这个迪亚哥·席尔瓦是主机，他是僚机，看上去呢，有的时候有点冲动。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打双中卫，大卫·鲁伊斯跟这个叫卡希尔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但是呢，打三中卫，大卫·鲁伊斯啊稍稍往后撤一点，他这时候人生给打开了，明白吗？你要让他俩人平行站位，还得顾及位置什么的啊，相互协防补位什么的，这个对于大卫·鲁伊斯来讲稍微有点难啊，有点难，要不然能输德国7个吗？但是你把他摘出来，5-3中卫，他往后稍微跺一下，审时度势，观敌料阵，这一下呢，等于说帮了他，把他弱点啊给弥补了。因为以前呢，盯人加区域啊，他受不了，他不是说那特稳的那个。但是现在呢，他因为打三中卫，前面有哥俩是吧？再加上呢，这个坎特跟马蒂奇，几乎啊就把中路大差不差的给弄得挺严实。接下来呢，大卫·鲁伊斯叭一摘出来，你就会发现，原来啊都在平地儿看东西，相当于这三中卫五后卫啊给大卫·鲁伊斯一脚手架，这哥们儿呲溜站到2米2的脚手架上了，这一看清楚了。所以在发挥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速度力量啊都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反而呢成了领军人物了，这也挺奇怪的啊，大卫·鲁伊斯成了后防的领军人物。好，坎特不用说了啊，有坎特的切尔西排在哪儿？没坎特的狐狸城排在哪儿？啊，有的人的价值是通过他存在的时候体现的，有的人的价值是通过他不存在的时候体现的。这是我跟李欣没事俩人在解说的时候经常聊过的，对不对？你别说啊，比方我解说有一些朋友觉得烦，有一天你听不见我解说了，你心里边有点痒，哎，就像去做那足疗，有时候呢做的时候疼，可是呢你回家以后啊，隔半个月没去啊，你还挺思念那一钻心的疼的。我说的有道理吗？有没有道理？哎，人就是因为人就是这么贱啊。好，由于有坎特和马蒂奇，哥俩一右脚一左脚还挺搭，中路防守基本上呢大差不差啊，中路防守尤其是阵地防守，你要说想中路突破马蒂奇坎特，然后在阿斯皮利奎塔卡希尔再加上大卫鲁伊斯、啊、后边还有一九头身库尔图瓦，不是很容易。那么也就是说呢，哎，先解决中路防守，至于说边路防守呢，坦白讲，摩西也好，阿隆索也好，如果在四后卫体系，哥俩排在世界右后卫和左后卫，可能得30名开外，啊，大差不差。说明什么呢？是阵型改变，给了这样的人以生机。所谓呢，适者生存，啊，环境改变了，原来呢是亚热带气候。啊，现在呢改成地中海式气候啊，这就防潮的，哎，就有了巨大的空间。所以像摩西，据说巴塞罗那要买摩西，我建议您在四后卫别买摩西啊，他是五后卫边后卫啊，翼卫出身啊。阿隆索，你说你知道哈维阿隆索，不知道这阿隆索现在知道了吗？哎，就这么厉害。等于说阵型一改变，人活了。人说人挪活，树挪死，人不用挪啊，你只要把这土壤改变了，你都不用挪，
说你原来你说种西瓜的是吧？你换换土，你可以种芒果，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在孔蒂的这体系里边，哎，恰逢其时，也就是说呢，这摩西和这阿隆索呢，因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佳的生活空间，最佳的存在，这价值体现，这一点不得不说。挺玄妙的，啊，挺玄妙。你比方说，原来这公司啊，主营的是餐饮，后来改了，啊，那你说主营餐饮的，那天天微笑的呀，服务的呀，这个可能就能够冲到前台，啊，后来有一天改完，改投资了，不做餐饮了，改投资了，那光你光找投，光去谈项目，你老跟人笑，大哥，我给你端点水，这就不行了，是吧？得有经济头脑的，哎。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换打法，人，啊，他就换了，啊，不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一个天子啊，但是变革了，明白吧？明治维新了，啊，文艺复兴了，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来了，原来的呢就不适合了，新的，哎，适合了，啊，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中路防守大差不差，95分，啊，少那5分怕他骄傲。关键的呢是边路防守，对吧？那防守不就是中路和边路？边路防守首先呢，是因为五后卫本身对边路防守会有一定的作用，要不然他为什么打五后卫呢？因为五个人占据这球场的宽度，是吧？你在往这边攻的时候，他至少他这边的中后卫啊，他能帮你补过来，是吧？还有一点就是边后卫参与防边前卫参与防守，在边路往往有的时候呢，也能形成啊三个人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防守的包夹，啊，这是孔蒂。即使说阿隆索看上去并不是说四后卫体系很牛的边后卫，摩西又一改行了，是吧？但是呢，因为五后卫的存在，哎，哥俩呢他也敢放手使用，就是边路防守看上去呢。还可以，因为有阵型的这个支撑，但是不保险，不保险啊！为什么不保险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如果对手集中攻击一边，二打一、三打二，对于边前卫要求必须要回来，一对一现在防守基本上防不住啊，尤其在边路，你看内马尔、梅西什么的，什么罗本、阿扎尔这种一对一，见着一对一就过，明白吗？所以一对一在边路根本不行啊！你还甭说，你吴磊过去都可能能趟了这个阿隆索，要一对一的话啊，因为一对一相对来讲他主动。于是乎呢，对于边路的防守，孔蒂想到的是什么呢？得找能帮着回防的边前卫。所以，威廉，对不起，您甭管是威廉几世，您休息休息。谁起来了呢？佩德罗。佩德罗和威廉，乍看，那感觉威廉更犀利一些，是吧？更犀利一些，甚至有一度，是吧？在切尔西最困难的时候，他成大腿了，任意球咣咣往里进。佩德罗来英超就基本没怎么找到点儿，是吧？在穆里尼奥的这帐下可有可无，甚至一度啊心灰意懒，不想玩了。但是佩德罗有一点好，听话、认真，知道往回跑，不惜体力，进不了球，也要为防守做贡献，这就是佩德罗。威廉呢，有点叫恃才智、自傲，虽然说跟内马尔比差不少，但是总觉得自己啊来自足球王国，啊，大差不差的感觉自己怎么着也跟内马尔差不了太多。那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进攻才华，我得怎么着，是吧？我曾经说了，威廉如果会打门，身价还得加500万，但他现在进步了，加个350差不多啊。所以呢，佩德罗回来。佩德罗在右，跟摩西
佩德罗好歹帮着摩西划拉划拉，摩西本身身体也不错，速度力量，哎，右路防守大差不差，85啊，右路防守85。接下来左路防守，首先来讲，这阿隆索呀，没有梅西那不是梅西啊，没有摩西那个力量爆发力，不是说特别好，属于玩脑子的，玩脚腕子的。阿扎尔是一个 X 元素，阿扎尔在穆里尼奥手下一度呢也是说什么呀，不踢了啊，穆里尼奥直接给他打入冷宫，大红灯笼天天往别人那挂，哎，那边连一蜡烛都不点，阿扎尔一度成为废柴。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穆里尼奥那4231体系之下呀，4231对于边后边前卫的防守这要求更高啊，如果边前卫不回来防，就得是后腰过去堵，对不对？咱们比方说啊，往这边进攻，这4231啊，这4231对手进攻了，集中攻击这个区域，说您兄弟，您没事，您还在这溜达呢啊，人家这已经干过来了，这边一套，这边还在，怎么办呢？只能是后腰往这移，只能后腰补。有时候这边还不好补，为什么？这边中间还有人呢，是吧？这么一补，这个空档就出来了，这个空档就出来了啊。我这刚发一条微博，一年前切尔西0-3输给利物浦，三个球基本上都是在切尔西的后腰位置上失去控制的。后腰哪儿去了？说爸爸去哪儿，后腰去哪儿？后腰肯定是补别人去了，补谁呢？补阿扎尔居多啊。切尔西经常会去，就是去年啊经常会丢这种球，在哪个区域呢？比方这是切尔西的大门，就这个区域经常丢球，就这个区域，有时候打着打着人家啪一传这儿，咣一脚进了，这时候怎么呢？阿扎尔在这儿，对方已经在这射门了，阿扎尔在这儿回不来，明白了吗？好了，那么接下来孔蒂也知道阿扎尔是这队的，咱们怎么说吧，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呢？他有一突，个人能力速度确实是进攻威胁比较大的。那还有一个，那就是迭戈科斯塔，那不用说了。那么用五后卫双后腰加一佩德罗，在一定程度上攻守平衡，防守因为五后卫，因为两个大铲子，再加一个勤能补补，也不能说拙吧，就说再加一个积极回防的人，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打弱队的时候，迭戈科斯塔在这儿，阿扎尔在这儿，并不是跟那哥仨处在一条线上打弱队。为什么呢？留在前场，阿扎尔您别老跑了，哎呀多累呀，别跑，在前面晃一晃就可以。为什么？咱们打反击的时候还得通过你干他们。阿扎尔说好啊，给我自由，是吧？ Freedom， 很开心， Very happy 啊，在这个孔蒂的帐下非常 happy 啊，很自由的，想回就回，不回不回没有关系啊。坎特在这儿，坎特一个人当一个半人认识，是吧？所以呢我说切尔西常态下阵型是5 3.5 1.5，是这么一个阵型啊，3.5 1.5，有时候极致打着打着变成5-3-2了。为什么呢？阿扎尔啊跟这迭戈科斯塔并排了。好，这种情况下坦白讲，潜在的隐患就是本方的左路，原因就在于什么呢？
阿扎尔不回来，落不成541，落不了，落不了位。那么因为呢，这541跟53.5、1.5还是532有巨大的差异。高洪波、高日岛，其实坦白讲，把这五后卫想的简单了啊，他用5311，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阵型啊，有点是，就是说有时候赌啊，有时候赌，就是你看啊，5311这样的阵型，你一看，你这两边太空了，最后变成郝俊敏、黄博文，也不吴曦累死了。哎呦，我天哪！球在这儿呢，走啊！哎呀，又回来了，走啊，往这边走，赶紧的，快来！所以呢，主要人家要是调动及时，打532或者是531的111的队，我告诉你，别着急进攻啊！我给你们出一主意，哪天你们说踢球一下遇到一个，哎呦我去，532的，我告诉你，基本上三分到手啊！我告诉你怎么踢啊！对方不是532吗？你呀、啊、不着急进攻，啊，你就在中场这区域，你就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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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再回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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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再回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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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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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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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嘞，回来，回来，先玩20分钟，这左右啊就传，不往里走。干嘛呢？就遛这哥仨，啊，给他们遛成什么呢？Out of breath，然后你再集中再打他，嗯，100%没问题。你看中国跟韩国，韩国幸亏当时没上我车，我当时也没说，我要说出来就可不是2-3了，可能2-8了。那、啊、要这么遛，我告诉你啊，要这么遛的话就遛死了。好，阿扎尔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多的自由，他们并没有要求啊，一定要让我回防啊。”这是阿扎尔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啊。打曼城的上半场，这阿扎尔基本位置就是在这区，佩德罗在这儿，小法。坎特，啊，这仨在这儿，他基本在这儿，啊，留下的这片呼伦贝尔大草原，基本就靠阿隆索一个人。阿隆索呀，年轻，刚打上主力，不好意思，面对大佬啊，不敢喊，就只能自己在那硬扛。他扛谁呢？丁丁、纳瓦斯。是纳瓦斯吗？15号，是不是纳瓦斯？啊，纳瓦斯，再加上谁呢？阿奎罗有时候往这边再移动移动，再加上大卫席尔瓦，没事再往这走一走。等于说这边阿隆索就加上一卡希尔，有时候马克莱莱不是马克莱，坎特过来加盟一下。但是呢，如果说，曼城一直从右边一直攻，这事儿还好办，怕就怕什么呢？瓜迪奥拉也知道行左实右，明白吗？也知道行左实右。什么叫行左实右啊？先在左边攻，啊，先在左边进攻，什么佩德罗、梅西、摩西、这个小法、坎特，然后这边是这个阿兹，大卫·鲁伊斯。这个叫什么？这个，卡希尔，是吧？先在这边攻，都移过来了吧？大概齐都移过来了。这个盛世美颜，阿扎尔在哪儿呢？阿扎尔经常在这儿，对不对？那么在这儿攻的时候，这边谁？这边孤零零的一个阿隆索，球一转过来，啪往这边一分，纳瓦斯。然后这丁丁，然后这大卫席尔瓦，直接就开始，经常是
丁丁跟纳瓦斯俩人轮阿隆索，阿隆索已经几乎要胡说八道了。为什么呢？因为阿扎尔在很远的地方过不来，没落位。所以你可以注意到，无论是上半场啊，纳瓦斯的传中造成对方乌龙，造成切尔西乌龙，还是丁丁的45度，也经这一回敲，丁丁让那个阿奎罗差点给顶进去，还是下半场刚开始有的时候这右路传中，丁丁打横梁，这几次进攻啊，还有记不记得大卫席尔瓦在这儿拿球内切，直接给这边萨内上来，直接脚弓一端，中间阿奎罗一脚凌空射门打谁身上了，是不是？大卫席尔瓦往这边走的时候，阿扎尔没跟，直接一个左脚内脚背的弧线。这场比赛的下半场，也就是说在中场休息室里边，孔蒂应该跟阿扎尔有一番交谈。孔蒂是这么聊的：扎尔啊，哎，什么意思？感觉应该多跑一点，因为这边有点吃紧。你琢磨着阿隆索一个人能顶住这丁丁跟纳瓦斯吗？阿尔说：“您的意思是让我回来，这场球先回来，接下来打那帮面瓜的时候，我再让你上去，行吗？”张二，老大，既然这么说，那我就往回跑一跑，没问题，有机会你再上去，先把防守稳住。来自遥远的神秘的东方，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您说什么话？如果你已经失去一些什么，比较聪明的就是不要失去更多。扎尔说：“哎呀，我也听说过类似的说法，什么0-1落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不丢第二个球。”哇，你也是乘客，哇，也乘客，大差不差，拉裤兜子，扯王八犊子，哇操！你想拥有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哦啊，突然躲吗？躲躲，呸！好，俩人呢达成了共识。下半场明显感觉到阿扎尔回味了，541，终于像541啊，541啊，终于像541了。也就是说，阿扎尔终于和小法坎特佩德罗站在一条线上了，也就是说，阿隆索往前看的时候，终于看见了阿哥的背影，阿哥帮他来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怎么才能击败切尔西，很简单，也不是很简单啊，思路很简单，做起来可能难，但是你得先有正确的思路，才能有正确的结果，对吧？什么是正确的思路呢？就是打阿扎尔这边。首先啊，就集中攻阿隆索，迫使啊阿扎尔呢必须得回来，如果不回来，这边就有机会；如果回来，接下来，那么阿扎尔反击的路程将会比较遥远。这当然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我光知道重点攻击一个区域，啊，把阿扎尔压上压回去，这太简单 ，easy。终极防反击。就是说
要么就摆大巴，把空间压缩，啊，要么就是进攻的时候，也把盛世美颜控制在自己的身前。你不能让迭戈科斯塔转过身来，迭戈科斯塔转过身来，相当于整个世界就是他的。不转身，啊，也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说威胁特别大，回敲，转过身来就完了。所以，重点攻击切尔西左路，同时找一后卫，找一后卫，身高一米八八以上，体重啊190以上，干嘛呢？这边进攻没你事儿，兄弟，你中后卫盯人的，你别看，哪儿都不看，跟你没关系，爱怎么打哪儿打哪儿，你就看着，你就闻着迭戈科斯塔的体香，贴住他，说没有，我们进攻的，进攻应该拉开呀，我这盯他干嘛呀？又不是防守，呸，讨厌。你以为咱们进攻的时候你可以不盯他，你等他们进攻的时候你想盯他，你能盯得住吗？明白了吗？贴死，同时啊手啊要微微张开，为什么呢？防守没有不上手的啊，防守没有不上，微微张开在后面，就像你从后边泰坦尼克抱着罗斯，杰克抱着罗斯的那种感觉，明白吗？就贴着那迭戈科斯塔，只要是那边我觉得由攻由守转，对方由守转攻了，要反击了，你直接就贴死他。不行就犯规，在球来之前，你别球到掉脚下你犯规，那肯定黄牌。在球来之前拱一下给一下。这时候裁判吹了，但不好意思给你黄牌，这样呢反击就扼杀在中场。这就是闷子。另外跟切尔西打，你们就别四后卫了啊，你也得541转343，明白吗？只有这样你那位置才能对得上，你否则的话您对不上，对不上点儿完蛋啊，对不上点儿完蛋。四后卫跟切尔西打，摩西阿隆索光光一上，加阿扎尔边路又二打一，你又完了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前场丢球就地抢一抢，象征性的延缓一下，别让对方打反击，马上撤到30米区压缩空间。进攻的时候，队里边两个最快的直接都给安排在双边锋打右边，就攻击这边左边，让阿扎尔回去，减轻一下这阿扎尔反击的威力，另外控制住迭戈科斯塔。你不纸上谈兵，我是纸上谈兵，这当然是纸上谈兵了，是纸上谈兵，有没有用我不知道，理论联系实际是吧？你说没有用，没有用，这么做也是最大可能去抑制切尔西。你不是说你什么方法说药到病除，有那样的吗？有吗？没有。但是你得有明确的思路啊，兄弟。就这道题说你最后没做对没关系，但你解题思路得对啊，是吧？人本来说这说你这次没赶到地方，是吧？咱们应该去草原聚会去烧烤去，你最后没到规定时间，你没到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你草原在北边，你直接开南边去了，你奔北开呀，最后差10公里蹲着走，没到归没到的，你打个电话没准人给你把这烤羊腿给你送来了，对吧？您这隔着120多公里呢，你上哪要去？不行，是吧？所以呢，这就是正确的解题思路啊。打切尔西我这么分析啊，就是阿森纳能打切尔西，就强队里边啊，
阿森纳能打切尔西，因为阿森纳沃尔科特什么的，什么张伯伦什么的，是吧？还有那叫什么来着？速度也挺快的那个，不老少是贝莱林什么的，是吧？说利物浦要跟切尔西打这事儿，最后一定是切尔西要占优势，我觉得，为什么呢？就是孔蒂比这个扎叔啊，意大利人聪明，他能示弱，明白吗？你要说孔蒂跟利物浦肯定是对攻，对什么攻？往哪儿对呀？对哪儿去呀？肯定是让利物浦攻，然后这边打反击，是吧？只有阿森纳，我觉得阿森纳能赢的。还有一种队，什么队呢？就是中游球队，摆正自己位置，也有点实力，就守。哎，我就守，我就30米巴拉加，我就守，我不攻，是吧？偶尔弄一个反击，或者是弄一定位球，弄你一下，是吧？你琢磨琢磨啊。所以呢，这切尔西确实是踢得好，三个进球，攻入前场的队员分别是，就是攻入对方30米区域吧，队员的人数分别是一个、两个、一个。所以我说嘛，防守必须人多，控球必须人多，进球真不用那么多人，真的，真不用那么多人，那么多人反而不知道该给谁了，是吧？周围没人，拿球直接就领了，汤了，说我汤被人断了，断了断了呗，就你自己在前面，俩人在前面，后边八人防守体系永远在位置，怕什么呀？no 怕了吧，啊，怕就怕整体进攻嘎嘎拉开了，八个人参加进攻，叉叉帮被人断了，一打反击，后边就哥俩了，面面相觑，玩不了的，一般人玩不了的，对吧？拜仁被皇马给干，是吧？曼城被这个切尔西弄，你后边你甭说你世界最佳中卫什么这个那个的，你什么斯通斯5000万。什么奥塔门迪在迭戈哥斯面前就小孩啊，你看没有，是不是小孩？等于说是中学生。你看奥塔门迪那个，你看那个平常挺威武的，跟迭戈哥斯这一踢中学生。哎，怎么讲呢？还想抢前防守，大哥别闹了，那球科斯塔背身你就贴他呗，不行你给他放倒就完了呗，不行还得我抢前面，我给断他。断什么呀？迭戈哥斯没屁股啊，多大一屁股，直接一拱你哪儿去了你呀，对吧？迭戈哥斯塔用一胸和屁股就把奥塔门迪给干了，对不对？第一个球是不是胸？说球来了，嘣，胸一膛，奥塔门迪没了。后边的第二个球是不是屁股？胸和屁股。迭戈哥斯塔说：“我弄奥塔门迪，我都不用别的，我就是一胸屁股，很简单啊。”就胸一下停一下，完屁股拱一下没了，是吧？就这个，我觉得你就太差了，这防守太差了。第一点争不了，你就撤下来抢第二点的球，人家跳起来了，你都争不了，你还离着那么近，人家胸一停把你给过，连停带过，你就哨一哨不就完了吗？对吧？第二个球你抢不着，你就往后跑啊，先跟着跑啊，不行，非得断人家。得，奥塔门迪没戏了啊！所以呢，切尔西咱们拭目以待，我很欣赏，我很欣赏。就是说，这是符合我对于足球的粗浅的理解啊。就是我一直就是情中无私要，我甚至认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道路就应该无私要。但是你说咱保守啊，不行。这什么球，天天挨打，不行，没有反击。这行，没有反击，你没有反击，你扎稳了，那不输球啊，是吧？你有反，你没反击你就上是吗？完了，你上完之后被人打反击，完了你就输是吧？防守不丢人，输球丢人。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不明白这道理。
觉得防守丢人，防守丢人吗？输球丢人呢，对吧？哎呦，哎呀，真是没法聊。说完了切尔西，说说利物浦。利物浦激情四射，摇滚足球，确实看着过瘾。叮咣五四，这不仅原来是抡大锤，现在不是抡大锤，小锤子、小签子、小扳子啊，叮咣五四，打跟打架子鼓似的，是吧？确实看着赏心悦目，攻击力十足。其实防守之前还可以，十四轮丢14个球，哎，13轮丢14个球，还可以凑合吧。但一般夺冠的应该是0.8左右，他这个还可以，但没想到这一场丢四个。而且3-1领先被人给干了，这你说偶然吗？我认为不偶然。就是说呀，可能这种进攻的这种意识或者说理念太强大，就3-1的时候还想进攻，或者觉得差不多了啊，稍微一打盹，梆梆梆，丢一个就慌，明白吗？其实你看2-0、2-1，这都还可以，3-1问题不太大，3-2。这时候是稍微有点含糊，有点犹豫了，是攻还是守啊？这3分，一分，邦，再被打3-3，懵了。你别觉得好像身经百战，哎呀，这些队员哪有懵的时候？别扯王八犊子了。心理学家有时候懵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咨询。真的，没有，是人都有弱点，明白吗？都有心理波动，扯王八犊子。你以为就是你是不是赌神赌王的？你知道为什么拉斯维加斯赌场能赢吗？明白吗？为什么你去输？为什么拉斯赌场能赢啊？因为你去跟谁赌去啊？你以为你跟那荷官赌啊？是吗？你是跟赌场赌，赌场没是个物件，没有波动。连14把红，第15把他还敢压红，你敢吗？你懵了，因为你是人。第一，你没那么多钱；第二，你是人，你有波动。那荷官不是人，他就是发牌的，因为背后是赌场，明白吗？心理，我们一样，我们百对杯0-3落后，对吧？打一个，呀，那对方就有点稍微有点含糊。再打一个，哦，小孩懵了。3-3的时候已经不会踢了，邦，又打一个，4-3，就这样，心里不会踢了。来，打麻将吗？打过没有？麻将没有？打过吗？心理作用大不大？是吧？哎，所以利物浦呢，这场球输了呢，我认为呢，利物浦这种哲学，扎叔的这种进攻，取悦于球迷，也确实是很好看。但是想夺冠，我认为难。你要目标说，我就想弄个前四啊，我把教授挤出去，或者我把教授给挤到第四，我第三，这可以啊，或者说我弄一个欧冠的名额，这都可以。但是你想拿英超冠军，你想拿欧冠冠军，说这么打着架子鼓上去，不行，得举着盾牌，拿着枪，这上这。拿着刀，这也差不多，明白吗？不行我就躲一躲，捅你，说你打着架子鼓，当叮当当当当，就这最后你能拿冠军，你最后你是打架子鼓庆祝别人拿冠军，咚咚咚了咚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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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就想，我也不想冠军，我就是想玩，我开心，我就想攻啊，我就不攻我难受啊，球迷也能接受，那就没问题啊，没问题，对吧？你目标是什么，这取决于，对不对？好，好了，那这是这个关于这个利物浦，曼联这个事儿呢，坦白讲，就是我觉得穆里尼奥从你看啊，他这几年其实过得并不是很顺啊，从这个皇马，哎呀，最后弄得分崩离析，连葡萄牙老乡跟他都掰了。
后来呢，去了回归切尔西，按说二进宫，对吧？他也曾经表达过对切尔西的这种无限的眷恋。到了切尔西呢，最后弄得吧，也不是很完美，是吧？黯然下课。完了，等半天呢，等到曼联这一大肥差上任之后呢，其实我好像以前说过，我个人觉得呀，就是你比方说我身边有兄弟啊，带着一个女孩来了，一块儿认识吃个饭，交女朋友是吧？哎，好，一顿饭过后，我就大差不差，基本上能知道哥俩最后什么结局。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一家人，真的，一家人，有的就这他妈，你们俩是约的吧？你们俩是不明天就不认识啊？谁也不认识谁啊？哎，就是穆里尼奥跟曼联，我还真不认为是一家人，就是好像哪儿差点，就是说穆里尼奥也挺努力的。想完成一对接，曼联这边呢也挺袒胸露乳的，反正也来是吧？俩人反正你也往一起整，但是呢就像是一块两块橡皮泥，是吧？一块是红的，一块是蓝的，往上揉吧，你说揉也不是说不能揉。揉一块儿吧，啊，紫不拉几的也不红，完也不蓝的，你说还自来旧，哎呦，这感觉不是说很好，真的不是很好。当然，这个可能有一些穆里尼奥的粉丝啊，不愿意接受啊，你可以去再继续骂去，直播吧的，或者是什么哪儿的论坛贴吧，对，到那儿骂去，哎，骂，好吧。其实蹬三轮去，啊，其实我挺一度很欣赏穆里尼奥，但是呢，我从哪儿觉得稍微差点意思呢？就是我觉得人呢，爷们儿有责任就担就完了。说这是输了，偶尔抱怨两句完事儿，但你不能，那回回好像永远都觉得全世界欠你，不是说是裁判欠你呀。就是对手欠你，然后咱们就队友、队员欠你，最后不行，足总也得欠你，或者球迷欠你。而球迷啊，有时候不是很热闹，你说你这怎么弄？或者队医也欠你，是吧？我就觉得这么着的人呢，在生活当中，反正我不是想没法跟他靠近，我这人就够各色的了，我觉得他比我各色多了，真的。我人好歹是我错，承认，是吧？输了，哎，偶尔呢，我也挑点，我客观原因，是吧？比方说我们美院输给清华，那队是啊，五个德国外援，那我得说出来，你得让我说出来，你得让我心里平衡一下，我没有输给中国人，明白吗？我没有输给中国人，我他妈输是一个有五个德国外援，一个韩国外援的队，我刚刚接手，我就训练2次。对吧？我也得保持我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回头你到时候说，哎，有人说我就想看你输的，那我得告诉你，兄弟，我是输了，对吧？但是那边四五个德国外援，一个韩国外援，对吧？我全华班跟广州恒大踢，我输1-2，磕碜吗？不磕碜，对吧？最后10打11不磕碜，你得让我陈述这事实，我陈述的是事实，裁判的事我都没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没不好意思，是吧？所以呢，但是咱不是说这么老这么挑。曼联、博格巴值不值1亿，这都不重要。现在就是他到底能踢出什么样的球，这是很重要的。他，你说有没有能力？当然有能力啊，没能力能值1亿吗？怎么说呢？就是穆里尼奥。已经快把人都用遍了，就因为老不赢，积分差距越来越大，跟这个欧冠区都差多少10分了，恨不得10来分了。
一直在乱换，还记着吗？八一伤了，斯莫林没了，罗霍，这个谁起来了？布林德给打入冷宫了，罗霍也起来了，菲利普琼斯，菲尔琼斯来了，是吧？瓦伦西亚那边倒是挺稳的，是吧？左边一会儿这卢克肖又伤了，小布林德也不让踢了，是吧？然后那个。阿什利杨踢了两场也不让踢了，是吧？中间一会儿这费莱尼、博格巴，一会儿呢这个博格巴，这个跟这个费、跟这个埃雷拉，一会儿呢卡里克，是吧？施耐德林没人再出来转一转，是吧？然后左边那个拉什福德，拉什福德这不行，马夏尔，马夏尔不行，那林加德，哎呦那边马塔，不行马塔不行，完了弄点谁？德佩，玩玩，来，然后达米安，哎呦，这弄得啊、哦、好乱啊！鲁尼，哎，往上走走啊，哦，好乱，哦，哎、好乱，好乱，太乱了。有的是有一些是因为伤病，有一些完全就是折射着这穆里尼奥内心的不是很笃定了，确实。所以最后弄来弄去呢，自己弄乱了，是吧？乱了，要是哎弄不清楚了，到现在为止你问的，你说哎，鸟叔，那个博格巴您到底是想怎么用啊？鸟叔，你问谁呢？什么意思？干嘛呢你？是不是想黑我？是不是黑我？啊？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4231打着打着变成4141。是吧？完了，博格巴呢？一会儿打双后腰，一会儿打前腰，又往上顶。完了，一会儿姆希塔良又出来了，哎，用的不错。马夏尔又来了，把别人给弄了。哎呦，熬土豆，熬白菜，土豆熬白菜，反正就是这天天就这么着，弄得确实是太乱了。幸亏有伊布，但是伊布呢？你说，哎，好歹是进球，就好歹呀，关键时刻伊布能占点作用。有人说伊布来了也那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让曼联呢弄了一把双刃剑，都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好了，现在啊，给穆里尼奥就是曼联我们怎么看啊？我觉得首先来讲不能打那么快。有人说不，怎么不能快？武功无快不破，我这必须得快。有的时候这你一快呀，这个快你得各个部件啊都得跟着上。你奥拓发动机，您非踩的跑到210公里，跟不上，散架子了就，明白吗？说曼联现在他气儿那个攻守平衡，这是正快的，不是，就是攻守平衡啊，这个东西好做到。你知道什么不好做到吗？那快慢平衡不好做到，因为他是蛮拧啊。说我有俩慢的，我再上俩快的，我是不是就能打起快？就是我快慢都能通吃了呢 ？No， 绝对不行。说我有俩攻的可以，我防的有俩防的不错，这个攻防这个平衡能容易找到，但是快慢平衡真不行。你琢磨琢磨，是吧？有一吃饭快的，有一吃饭慢的，说你俩平衡，咱平衡一下，这顿饭咱们大概齐，那肯定有的已经吃饱了，那边没吃饱呢，对不对？是吧？但男女好平衡，说今天吃饭找四个女的四个男的，这事儿好找。但你说有四个吃饭快的，四个吃饭慢的，咱也一块儿，咱平衡一下，完了咱一块儿吃完再走，那肯定最后有人跟你急，对不对？曼联因为伊布，因为博格巴，快不了，越快越失误。说你上一伊布，上一博格巴，这比较慢吧？没关系，拉什福德、马夏尔。林加德，这不挺快的吗？这不就齐了吗？一搭配多好啊！不行，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所以曼联最大的问题就得舍，
什么都想要，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是境界，什么都想要就不行。你看我又想要在这儿开心的聊啊，多少万人一块看啊，有时候1000万人看，我又想挣500万，这目前现在做不到，现在做不到啊，你就赌一头，寻开心就开心，钱买不来，得开心就可以。要不然挣钱可以一直播不干了走了，咱们去另外一平台给我开出价来的是吧？一个月啊，弄个8次啊，10万块钱，哎，就玩玩玩，完再加上广告分成也可以，也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呢，还打动不了我，再高一点，能不能再高一点啊？再高一点啊，我再走，是吧？要不然我就追求快乐，我不能说这边追求点，追求快乐啊，这种感觉。那边我再捞点钱，啊，这么着，这平衡不了，啊，要么奔钱去，要么奔快乐来，啊。所以呢，我觉得啊，我这人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聊点闲篇儿。这曼联，我认为不能打那么快了，啊，玩什么呢？玩慢的。玩控，玩经验，玩简，有时候简单粗暴点，别打那么太复杂。伊布、姆希塔良、鲁尼、博格巴、卡里克，加一埃雷拉，中前场。人说我去，就你这，你拖拉机吧，拖拉机把那八去掉，拖拉机是吗？我告诉你，就是拖拉机，怎么地吧？拖拉机给装上装甲，那就不一样。别把什么林加德、马夏尔、拉什福德裹在进来，怎么裹？等领先了，再把他们撒上去，让他们跑。哎，这么玩啊？这是我的一个思路。有人说你有证吗？那没证。你他妈你是职业出身吗？不是，专业都不是。你他妈凭什么你这么说？我乐意。哦，那好，谢谢。哎，就这么，哎，就是我觉得曼联，我认为就只能这么玩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头14轮，你该玩的都玩了，是吧？你是拉什福德踢中锋也好，什么踢边锋也好，马夏尔、林加德。什么德佩没事，这那的，马塔往前面忙活，埃雷拉我四处忙活，完了之后不知道忙活什么，这是他妈最痛苦的。每天晚上埃雷拉踢完比赛回家睡觉的时候，脑子直撞墙，说我他妈这90分钟我他妈净忙活来的，哎呦我天，给我很累的啊！我拿球、转身、过人、突破、进攻、防守、射门、补位、协防，哎呦我就全场我就忙活完了，后来。我真忙活什么来着？我是为什么忙活呢？他这么一想，最后想到一个终极的问题：妈妈为什么生我？就是他会到那个地步，就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很危险，明白吗？真的很危险。忙活不，人不怕不忙活，天天躺床上挺舒服的，不挣钱反正也还凑合，就怕每天都忙啊！哎呀妈呀，挤地铁、倒公交、蹬3轮，我他妈中午饭也不吃，晚上还加班。完了晚上方便面吃完了吗？油都凝了吧？烟头抽的都已经烫手指头了吧？女朋友气冲了没有？袜子洗了吗？啊？给爹妈的生活费多少年没给了？房租该交了吧？自行车该补胎了吧？首付有了吗？有了呀，谁呀？王健林呢？呸！我问你，房子是没有？哈哈，人就怕这个啊，就是干忙活不出礼数，干跑不出礼数，这不行啊！穆里尼奥，我觉得索性做到极致，这已经到这地步了。没什么，没什么面儿了，命比面子重要。
明白吗？我臭知识分子，我就有点穷酸劲儿，我就好这面子。原因在于哪儿呢？我多少还能挣点儿，我有车有房，我会弹吉他，哎，所以呢还能啊保持点颜面。等有一天我也失业了，我去，就是大哥，你就是你还有多少人？哎呦，我忘了，我这边我还开一帖子呢，我看有没有人留言呢。有，还，好，那咱们一块儿，反正曼联我就说到这儿了啊。有些资深球迷或者红魔的资深球迷，你们可能嗤之以鼻，没关系，你就当我在放屁，好不好？你就别听了就完了，你就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好不好？啊。不是一路人，好吧？有没有道理？你没有道理啊！我就瞎说的，我瞎说的啊！你们都特别厉害，你们看球看多长时间了？你们都看多少年了？那有五六年了吧？你们在看球？哎呦我去，这看美国球特别牛，真的！你看英超，我操！你看英超，你就是世界一流球迷，你高大上的球迷，我们不行，我们不行。你说你看多年球？我操！我就是1981年开始看的，没不行。差远了啊！来，董哥，我都问10遍了，你就是不回复我。你明儿在奥体吗？我就想跟你合个影，这么难吗？我跟你讲啊，但凡说粉丝，不说粉丝啊，算了，我也不是什么名人。但凡就是像我吧，稍微有一点名的吧，就小名人吧。哎，要说想合影，全中国我最容易，因为我走哪儿我都告诉你我在哪儿，明白吗？我生活没有秘密。你要真想找我合影，你已经合了900多张了，合900多回了。我每次去外地出差，这火车站、飞机场都有朋友，人他知道我要去，人家想来见我很好，过来打我一下都行，一块儿聊天都可以啊，一块吃饭、延边、那个日照，那都是陌生的朋友，给他留言说大董哥出来一块吃点东西，走啊，去啊，哎呀，很简单呢。都是人嘛，有什么了不起吗？不就是，你要真想找我，你早找到我了。说实话的，我给你开门见现在，是吗？你说甭聊，啊，周三、周五下午2点，奥体2号场地，啊，您去就早点去。您别那边，我在那边都带着课了，都已经开始训练了。您找我说合个影，我工作时间我没有这个，我没这义务啊。要不然你就等。等我这训练完了，是吧？就有的那朋友可能我也能知道，您找我，但是您看得起我，但是您看得起我，您得先尊重我。我尊重我的工作，你得尊重我，是吧？我工作的时候你别找我，是吧？因为什么？因为男人工作的时候最有魅力，就那么回事吧。啊，这哥们儿更逗，给我唱一遍程度，我凭什么给你唱啊？你说请您唱一遍。孩子从小要学会有礼貌，真的。第一，我岁数比你大这么多，您别来一个给我唱一遍成都，你还说你说来给爷唱一段小曲儿，哎呦大哥话又啊，我操。董叔，你觉得明年在主场有可能真真正正的干一回韩国正牌国家队吗？谁呀？启航啊，我干不动。你要说啊，你说国家队是吧？我觉得够呛，啊，你不想输，你有可能啊还不错；你要想赢，往往有的时候，哎，不好说呀。苏宁什么位置要加强？
内援可以买谁？这回答我回答不了。苏宁什么位置要加强？韩指啊，内援可以买谁？我个人觉得左后卫吧，能买就买，买不了杨啸天也凑合。哥，德国老娘们的故事，德国老娘们的故事已经有了，就在这个一直播里边，你自己往前翻啊，七月份大概起。这个是穆里尼奥和曼联的问题，到底在于阵型还是球员能力，还是教练的水平，或者思路太保守，都有啊。老不赢，领先的时候能不保守吗？都是人，他不是说今天保守，他失误是普遍联系的啊。聊一下利物浦，聊完了。KTV 里 K 歌的技巧 ，KTV 里 K 歌的技巧就是俩字儿，降调。你看死了都要爱你，你都快唱死了，你还往上唱去，你就不会降两个调吗？玩低音，男人有时候玩低音，女人一听低音呢、受不了，明白吗？男人听高音受不了。你说我们每天发车，你说我真的仅仅是说聊球吗？哥们儿是把哥们儿毕生不是毕生啊。到现在为止半辈子的生活经验都在传授着啊，结果你们说我没从维广我你们要礼物，我不要礼物啊，我觉得挣礼物钱特别 low， 明白吗？特别 low， 挣钱就挣门票啊。但你们说白了，今儿有人说了，这个世界不骗傻子钱，不挣傻子钱就挣不到钱，真的是真理。人说了活该，谁让你丫天天发车微博，你经常你就教育人别做傻子，最后你身边的这些人都惊着呢，你是挣谁钱去？说的真他妈有道理啊。啊，我看啊，还有说说林良铭嘛，不关心啊，不是不关心的，就是我觉得那真出来早就出来了。曼联换吉格斯才有戏，文化传承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屁股道理。董哥说说明年亚冠要改成五外援是吗？管他几外援呢，人家有几个外援你就上几个外援就完了呗。手机壳在哪里卖？乐播足球。你看我一般我都不愿意给我的卖的东西做广告，我就觉得每次做完广告内心特别难受。我这次我觉得手机壳衣服到乐播足球去问去啊，私信问的，或者那上面就有链接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定了，不敢卖贵，怕被人说啊。哎，有时候赚啥去，不是都挺精的，因为一看不贵买的那是真精，明白吗？这东西我要说卖300你买那是傻子，我卖99你买那是对啊，因为成本70多。哎呦我去，都说出去了。好，董哥，熊大熊二放走哪个还是都不要了？反正我觉得这俩，反正我启航我是不要，到别的队我不管。考虑更新一下战术板吧，心疼你擦来擦去的，比如说那种有磁铁的啊，你不觉得摩擦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吗？哎，没事啊，无所谓。什么时候好好聊聊西甲？西甲看的不多，除了皇马，我是冠军，我冠军粉，除了皇马、巴萨，一般马竞一般不看啊，没那么多时间。风吹来的沙什么时候更新？找机会更新啊。我上次讲到哪儿了？我那天我还专门，回去听了听，讲到我路过天安门广场，泪如雨下，是吧？接下来还有好戏的。球场上教练能用扩音器吗？不可能，啊，你教练得用扩音器哪行啊？那最后，切尔西曼城那天我私信你了，说谁先变阵谁先垮，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我不，谁先变阵谁先垮，不知道，反正曼城垮了啊。董哥会唱我要你吗？乘客想听我要你吗？没听过这歌啊。上港的踢法和内援，上港博阿斯呢我们不了解啊，谁知道他踢什么呀。这个博耶特今儿这专访我倒看了看，我看他有股劲儿嘛，这小子有股劲儿，南美人呢他多少的有股劲儿，因为出身贫苦啊，然后来到这欧洲啊，他有一种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劲儿啊，有这样的一种劲儿。什么时候来济南？不好说呀。济南，我济南，哎，我记得我
没多久我去过济南呀，请你唱，你看这哥们儿会说请，没小溪，怪不得你看，请您唱一首《难忘的一天》好吗？行，那我清唱吧，好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春来到，只会这么点儿啊。什么时候来段彩虹？彩虹我会，虹彩妹妹，哎呦，长得么好来么，哎呦，樱桃小口，哎呦，一点点那么，哎呦，鹏哥怎么自学吉他？怎么自学吉他？你得有个动力啊！你比方说哪个女孩说你学好了吉他，你要能唱一首。两只蝴蝶，然后他就跟你好，你就会学会了。平常你学不会，啊，吹的，弹三天你就扔那儿了。别买贵级的啊，你买多贵，最后都是白瞎。你买一80的就行，网上淘一淘二手的，能有一30的，也买30，随便拨了拨了啊就完了。你调弦学会了，你也就基本上到头了。一般来讲，学这东西，你看这手，你看看这手，你看看这手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什么？这茧子啊！你看那现在那吉他大师李延亮，每天到现在为止已经中国差不多头把了，每天还8个小时琴。啊，这东西啊，你别觉得哎，你看别人弹的，我这就算皮毛。你要看大师，你都看傻了。就我这个，你能到我这水平，你要没点毅力，这比减肥难。你要说你减肥成功了，可以试试弹吉他；说你减肥戒烟都没成，你就别玩吉他了啊！你肯定最后你越买越贵的，就你都直接你玩的你还得卖啊。您录的歌曲能录 MP3 吗？我试试吧，我争取哪天我进个棚啊，进个棚吧，它得分轨录，就得先把伴奏录，然后呢我再录人声。为什么呢？因为人声肯定它又。最后得修正嘛，这 CD 都是修的，没有不跑调的。那修你一修的话，你的琴不行，得分轨修啊。这事儿也不是说很容易，但有时间我就会去啊。房价什么时候会跌啊？你当爹的时候差不多能跌吧？董叔，走廊里最后一盏灯出版了吗？没有，我女儿说要准备写，好像写200页吧。她说我写这么点儿出书不行啊。他说：“我那天我一看，一般书都得有200页。”我说：“那行，那你就写吧。你写完，我说爸爸给你出。说句老实话，出什么？我就给他找一印厂，就是印出十本来，就给朋友亲戚，对吧？一发自己留一个纪念就完了，是吧？孩子嘛，就是孩子，也花不了多少钱。埃里克森又回来了，去中甲了。你有什么看法？挺好啊，梦想彻底没了。到中甲也挺好，深圳那边挺有钱的。”你找一个西多夫，你还不如真的你埃里克森多靠谱啊，对吧？你没事弄个西多夫，你买个豆腐西施得了。董哥，火车头以后该怎么走？什么火车头？来莫斯科火车头啊？董哥，什么说说杰拉德，我很欣赏他，但是我没有你们那么深的感情。我觉得他挺好的，那个娃娃脸。董哥，怎么像您一样有才华？我之为我在一人处，啊，人不能跟人比，我也没什么才华，比我优秀的有的是。你呀，一定要认清自己，找自己最大的特长，然后努力的去发挥，是吧？没有谁能代替谁的生活，也没有谁能过上像谁一样的生活，好吧？山西以后有可能有中超吧？山西不清楚。董哥帮我打个广告多少钱？哎，对呀，你要真有广告诉求的，说想在这里植入的，你就给我私信。我告诉你，这是最好的媒体。有人说我们在对这说您这个这么多人这数据转化率，我们没有不靠谱啊。我先说，确实。直播平台自己给自己做砸了，
他妈现在真的都没人信了，啊，也动不动就这网站这流量几百万，扯王八犊子，几百万的就一条留言，这条留言还是内容还是为什么没有留言，你还弄一300多万流量，别扯王八犊子了，自己给自己弄残了啊！但是我可以口对着心说，我不知道一直播这数据到底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乘客。要不信，此时此刻啊，你就在我这微博上留言去，行吗？你告诉这些人你来自哪儿，行吗？就到我这微博下面你留个言，你别在这儿留，你不会是吧？你把这收起来，你就可以打开微博，明白吗？你就可以听着声，不是说你这一收起来就关了，这现在都是智能手机，能开好几个窗口，明白吗？你先把它收了，把这个收起来，收起来你点开微博，然后搜董路，完了你在我那个互动那个贴上你留言，你说我来自哪儿哪儿，好吗？你告诉大家你来自哪儿哪儿。鲁能还没有动静，落后恒大太多了，感觉明年最多前三。什么？鲁能最多前三？哦，王永珀听说要转会哈，我觉得走吧，真的，也本身也就那么大岁数了，我觉得该走就走吧，是吧？无所谓，你留那干嘛呀？你看这么多朋友，这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这留言了，这都是真正的哥们儿啊。有一些人啊，就是人呢，就通过很简单的就能够，你就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判定啊。就刚才我说你没事帮我留个言，你说你真来了，我告诉你，你的未来会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你至少知道，你说人与人之间这种真诚的交流，是吧？我上这么多趟车了，董哥没要什么，就说你告诉大家你是哪儿，按说这举手之劳是吧？这样的朋友我认为是有希望的，未来甭管说你将来能成什么样，但是你是有希望的，因为你渴望心与心的这种真诚的交流，你只有这种交流，最终你能够不断的获取信息，结识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我说完这个跟没听见一样，把我说当屁，该听还听，该乐还乐，根本没有说这意思，没有说我给你留那屁眼干嘛，就讨厌的，像这人我告诉你，你没戏。你甭管你现在你说你有多少钱，你挣多少钱，你过什么生活，你最终你的人生一片灰暗，没戏。不是我诅咒你，是因为你连最起码的这种相互的尊重和交流你都没有。你说你这个最后对不对？你别看你现在你怎么样，没有，真的，我说的，真的，我说的啊。这个莱比锡啊，我是准备努力的就得去琢磨琢磨啊，琢磨一下这个莱比锡，已经成现象了。他首先来讲，第一他一线作战，第二呢他确实年轻，另外呢就是他这种冲击的这种打法，你中前场全都基本上恨不得就9-4-9-5的，一般队受不了，是吧？有的队呢可能是想用他做到了极致，啊，什么东西就做到了极致啊？他一定有极大的这种战斗力，就我防守我防到极致，像当年马竞一样，对吧？也能凭这个最后也能够在西甲在欧冠上也能打得不错成绩，或者说我给他做到极致，就是极度的年轻，当年的利兹这个青年军，对不对？啊，就是走哪儿就是一通大砍大杀，是吧？就是像18-9的上了战场似的，拿枪就冲，对不对？这时候你冲了，可能有人被帮给干那了，但你真往上冲，后来那边也害怕了，做到极致啊，做到极致。请你指导一下，后腰应该注意什么？平时踢业余球，业余踢后腰四个字，站住位置就行了。永远站在你那身后的两个这个中后卫身前，把你那一亩三分地儿给控制住，你也别四处救火去，你救了火你就回不来，明白吗？你就把那个位置站住，就是对本队最大的贡献。另外少粘球啊，我往两肋打，闭着眼睛往那打，你往两肋打就不是最坏的选择，别了在后腰位置还想控一控过一过，哎呦我去，你瞧你给你能的是吧，拿球就往两肋，让他两个边锋去追去啊，最好的进攻就是让对方的后卫面对本方后门，球门，
董哥给大学生踢球的点建议吧，我怎么给你们建议？就是大学生队，我们就起来了嘛，周三周五训练，这应该有直播或者是报道，大差不差，看看就行了，好吧？但我希望呢，这个队里边，我反正我希望能踢出自己的特点，甭管水平可能你肯定不如那大学的特长生，但是我希望这个队真的，我现在有强烈的这种愿望。我希望我看到的是一支积极向上的，然后跑不死的，然后还有一定的特点的，不服输的，真正能够体现出来这种足球的运动精神，也包括他们作为大学生的这种聪明才智，在这个运动场上能够体现出来，我无比期望啊！但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这42个队员最后能有几个，哎，能够真正的实现我这样的一个愿望，其实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目标吧。那我会跟他们一起努力，凡是那些努力的、真正的有特点的队员，最终会留下来。哇，好多朋友啊，郑州、乌鲁木齐、天津、安徽，浙江邢台、兰州，河南、深圳，行了。哎呦，你这么一留的话，前面问题看不见了。你说这事啊？我以前还有那个叫什么，俱乐部呢，2块钱俱乐部。现在也没了。好吧，我看今天也时候不早了，是吧？哎呦，1个半小时了。好了，今儿就到这儿了。大家缓慢下车，好吧？大家缓慢下车。咱们再听一听这个《十里春风》吧。这首歌，实话讲，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但是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唱的时候心情很开阔，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在打开，很温暖，对，就很温暖，是吧？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未碎。拐这儿来了啊！对对，还是唱那个《十里春风》啊，《十里春风》。你在哪里？
我准备用三天的时间呢把它练好，然后呢唱出来。再见。